台湾东南方海上的绿岛，俗称火烧岛，向来是海藻的乐园。然而从1950年代开始，因为政治的因素，使得绿岛变成监禁与受难之地。2006年文建会接办绿岛文化园区以来，即致力于园区历史建物修复与保存，以重新建立历史样貌，作为世人了解台湾人权的观察站，同时充分地整理软体资料，举办绿岛人权艺术季，与绿岛居民建立互动的桥梁，以作为台湾人权的发声窗口。另外也邀请了年轻的艺术家参与创作营，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有丰富的参展经验以及国际驻村的经验，在创作论坛中，他们与政治受难者互动，感受到台湾人权的无奈与受难者遭遇，在年轻人的心灵当中产生了影响，这也是促使历史向前走的一股力量。2007年绿岛人权艺术季以火烧岛百合为主题，与绿岛居民一起回忆过去与受刑人之间的互动与情感，并且结合了国际艺术家创作营的成果发表，共同在成为焦土的火烧岛种下艺术的百合。以上新闻由文建会媒体公关组绿岛采访报道。